请到一个非常爱煮菜的这个，应该说是这个美食达人Dora。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。谢谢。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又快到了，那很多时候呢，在夏天的时候，有时候常常会觉得说没什么食欲啊，喜欢做些沙拉来吃。那我知道你做这个咸品沙拉是一流的，所以今天帮我们露个几招，有什么好吃的沙拉可以介绍给我们？我们今天的沙拉是 Greek salad， 是 Greek 希腊的沙拉。对，这个沙拉很特别，什么？很脆，很脆，很香，很爽口，很爽口，而且很容易做，很容易做，很快的。所以你饿的时候，你有这几样小东西，你可以 mix it up， 好，非常好吃的。OK， OK， 好，首先要做的准备是什么？ OK， 我们的 main ingredient 是tomato， 番茄，小番茄嘛啊，跟 Persian cucumber， 就是这种像我们所谓的波斯小黄瓜。对，其实像台湾的小黄瓜也是长那个样子，差不多。在市场上，一般中国超市也会有卖像这样子的。对，这种或是日式小黄瓜，日式也是非常好。对，这个是特别的是这个非常脆，非常脆啊、哦。所以这种像我们这种大黄瓜可能就没有那个效果，没有那么脆，而且很太多水 content 啊、哦，太多的水分。对，所以我们放那个红的，哇，你切洋葱开始要流眼泪了，我是喜极而泣啊！今天不要放的太多，你喜欢多，我觉得这个越多越好吃，是吧？真的吗？看情形。OK， 放那个红番茄，小番茄。这个呢，这个 Persian cucumber， 这切法你就比较多一点皮，它皮是脆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皮留着一起，不用刨皮嘛啊？对，不要刨皮，皮。这种那个黄瓜非常非常脆，而且非常那个不苦的，没有苦味。OK， 现在加点盐，要不加点盐，跟加点，要多加点对。我现在跟多少做菜我最喜欢，因为它没有太多的这种规定。而且我们的那个材料要越简单越好吃。好香哦。而且放很多这个黑胡椒。对，哇。然后呢，一定要加 olive oil 橄榄油。也是这么多吗？呀、yeah. ，我跟橄榄油对身体很好，是真话。是，对不起小。好，然后这个呢 ，oregano、哦、是非常重要的香料。哦，叫做什么？牛至。OK， 一种香料。一种看，意大利香料。也是一样用手。很特别的，对，我都是用手切的，因为比较香一点。哦，好香哦。香着，多放一点。多放一点吗？因为没有苦味，都是很甜的味。可以直接吃喽。可以直接吃啊，很香的。没有苦味。没有苦味。也不会觉得是太像在吃草。对。所以它这个你多加点，它那个香味更重啊，对，好香啊！而且这个特别是那个醋的方面呢，一定要用酒醋，酒白酒醋或者红酒醋都可以用。我们今天是用白酒醋。OK， 哦，了解，放一点。哇，看着就好漂亮。每次做的时候也想试试看，怎么样？嗯，加盐。那我们的这个，现在我们面前还有个 cheese， 加醋，还要再多一点醋。哎，边煮边调整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口味怎么样？ Exactly. 对不对？而且这种沙拉不是 science， 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你喜欢这个就多加这个，不是科学的，这应该是有好玩的，你可以多一点创意的。Exactly. 不错，我觉得你再多一点牛翅，我觉得很香、哎。这个越多越好啦。对呀、啊，对身体好，别客气了。Exactly. 所以你现在一般的这种超市也应该都容易买得到吧？还买得到，很容易买得到，因为最重要是什么？因为这应该加上你种在你的那个你的后面的话啊，花园里面有些人喜欢种。你越还有you也加上 harvest， 越 harvest 的话，越茂盛，越大，嗯，可以自己种哦，给自己种，很容易种。这样之后要加一点这个叫 feta cheese， feta cheese， 它是一种羊奶做成的乳肉，非常营养，非常好吃。OK。对，好像在希腊的沙拉里面都是加这种，差不多比较多，很多这。那如果想要加别的，如果本身不是很喜欢这种 cheese， 可以加别种 cheese 吗？这可以，看你口味嘛。看你口味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很自在的。而且我们现在那个 mix， 因为我们现在想吃，那你要请客的话，你就把那个菜先放在那个盘子上，然后把这个 feta 放在上头，不要 mix。为什么？因为你 mix 以后，你看有点白白的那个奶，它就会染，对，就会染开来，染开，而且看起来有点 messy， 就比较 messy 一点。所以你请客，或者你可以把它放在旁边，看你要多少，自己也可以加。That's a good idea too。对，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是这么爱吃 cheese， 尤其是东方人哦。对，有些人对于这个 cheese 的这个忍受力不是这么强，就不想感觉那么多。你要介绍它给他们，这个 cheese 非常好吃，不放 feta cheese 没有那么好吃。是吗？所以你要试试看，然后你试试看，你跟那个黄瓜一起吃。
对不起啊，没关系，没规矩啊，没关系，好吃吧？哦，很烧干，对不对？那个 cheese 放起来很好吃，跟 cheese 跟那个黄瓜跟洋葱 ，yes， 还有番茄一起，非常是很脆，很凉快，你放在冰箱里，冷冷的啊，超级爽口，对，更好吃，这个一定要稍微冰一下。其实我觉得冰的话，就是你可以放进去，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再出来再调酱，对，可能就更容易保持它那个清脆度，对不对？哦，超好吃，害我真的是啊，太高兴，我每次你来我最高兴。啊，他留点给我吃，谢谢，谢谢周娜今天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中，跟我们分享这么爽口美味的这个夏日的沙拉。我们广告过后马上回来。